水。啊，咱迄、那个等下要上山，即、這个要开始爬山即点关哦。经过咱的七七经费了呢，啊，咱的爸母做咱即个红爷的后代吼、哦，啊，陈女士阿姨底下会甲每一个登山客吼洒净。哦，洒净用蛤蟆用圣水给大家洒净，洒净之后呢，在地的部落呢，哦，很用心哦，他已经去制作了所谓的香包，香包里面呢是放有过山香，啊，加一堆烟花灰，啊，你摕到呢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摕一个，啊，摕一个料，你就炸在你的身躯，哦，那这他这会保护你哦，哎，到了。保护你啊！